成了这些困扰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抱歉。但是已经找清了，所有的事情在中刊爆料出来前都已经找清了。新闻，那你怎么愿意在还算在风头上的今天，还愿意出席露面？对，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街舞，然后也希望透过大家，就是可以来多多关注这个项目，所以还是出席了这个活动。包裹跟管理这件事情，现在到底处理的怎么样？嗯，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生活习惯，然后我没有把生活上的事物处理好，然后造成了这些困扰，我觉得非常的抱歉。我自己也检讨过了，那之后也会就是也预计，就不会让这件事情再发生。那现在处理的进度怎么样？其实，在爆料之前，我都已经处理完了。但是已经找清了。所有的事情在中刊爆料出来前都已经搞清了，就是都已经完成的。那这件事是你拍到你把它删掉了，搞，那想问一下你当时是为什么？怎么样的心情？嗯，就是细节我就不多解释，因为我也不希望让今天的活动失掉。听说现在有受到影响吗？目前没有。大家弄点之后有什么样子的心情？就真的觉得自己运气非常非常好，其实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蛮幸运的人，然后我也很好的。那有想跟邻居说什么？没有，就是这样，不好意思大家，然后造成这样的骚动。就想说他们会抱怨吗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